更难淹没这个鸡蛋。对，我来前面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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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声是够大了，这比之前那个大。害不害怕？不害怕。你打枪不害怕？你看，我班长回来紧张。收到，收到，老爷。你看我也收到了，你不试一下吗？我要试，他，我这枪都没上子弹。可以给你，我可以给你放。支枪，来了。嗯。这个前方能炸开的都炸开啊！这个这枪几米之内有杀伤力的。枪，你看班长怂的，没必要保护好自己的耳朵。二一，开始，打！三个水库地员工基本不用担心。好了，